我们的这个检修是列车运行的间隙，完不了这个任务，那火车就要停得起等我们，就要给铁路带来了极大的损失。还有三分钟作业时间，请抓紧时间作业。快快快快！必须要求完成时间还有2多分，尽量给它调成零误差，用最快的时间把线路抢通，揭晓对铁路造成的损失。我是昆明集团公司接触网工戴银华。2019年2月11号，农历大年初七，高铁昆明南站正沉浸在春运的一片繁忙之中。供电段的调度人员发现，一列正在运行的高铁出现了燃弧，也就是高压线发生打火花现象。右侧第一个引火角，看一下是在几号杆。卫星定位显示是在沪昆动作线 C298号杆。嗯，就这个位置。然后最大燃弧温度是123度。高压线一旦出现燃弧，不及时维修就会造成烧断输电线、列车断电、停运的重大事故。然而，故障恰好出现在最繁忙的沪昆线上，每天有16对高铁往返。调度室当即下发了紧急维修单，接受任务的正是有“冰王”之称的戴云华。水平尺，坐刀，劫尺，游标卡尺，安全带。不确定有没有把握，但是现在春运期间，我们也不能让设备带病运行。电气机车靠空中的高压线输电运行，而保证机车和高压线接触正常，就是戴云华他们接触网工的重要职责。37岁的戴云华从事接触网维修已经有19个年头，是中国铁路昆明局有名的技术能手。像这样单人徒手7分半钟更换锚绝缘的绝活，在昆明局无人能比。然而2002年刚参加工作时，他只是个板凳队员，第一次参加技术比武，甚至连上高空摸一下接触网的机会都没有。当时的心情就是感觉，就是说为什么自己都来了，然后为什么就是连看的机会都没有，感觉自己还是很沮丧的那种感觉。不服输的个性让他开始了对自己的魔鬼式训练。高空作业对体能要求高，他就每天做100个俯卧撑、100个蛙跳，从不间断。因为我觉得给自己定了目标，就是必须要完成。2008年，戴云华迎来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考验。由于地震，成昆铁路新疆站接触网被落石击中，造成供电线路瘫痪，火车停运，救灾物资无法运进灾区。我们抢险的时候，就是随时都听得到那个石头从山上坑坑坑坑的滚下来，但是没办法，根本想不了这么多。我们的脑子里面就是想了一个问题，就是要用最快的速度把它抢通。毁坏的线路长达1公里多，需要更换的吊弦就有40多根，而他们面临的却是维修设备严重不足、简易梯车仅能容2人同时作业的困境。但戴云华知道，他没有退路。平时至少要用8到10个小时才能修复的供电线路，最终他们仅用了1小时28分钟就完成了，确保了震后第一趟抢险列车的顺利开行。3个定位，设备已经恢复完备，可以消灵送电，恢复通车。
这次抢险让戴云华意识到，接触网工就是和时间赛跑的工作。随着铁路加开列车的增多，留给戴云华他们作业的天窗时间也越来越短。我们的铁窗是列车运行的间隙，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铁窗之内完不了这个任务，就要给铁路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如何和天窗抢时间，只有在加快工作节奏上下功夫。一分钟剪断54铁线，一分半钟制作一副吊弦，这些由戴云华创造的记录在昆明铁路局至今无人能破，他也因此被评为全国技术能手。而由他参加施工检修的3000多公里的铁道线上的9800多条接触网，合格率更是达到100%。因为接触网和打仗一样，接触网也不知道就是说什么时候敌人就来了，什么时候你接触网就故障了。所以到现场我不管他这个能不能有把握，我只是冲上去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力量去把它恢复起来。2014年，戴云华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他凭着过硬的基本功，短短几年就带出了600多名技术尖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兵王。开始。每年的春运对于铁路人来说都是一场硬仗，而2月11日的这次然湖故障情况尤其紧急。由于北方的雨雪天气，造成多列高铁延误回库，留给他们的作业时间由原来的180分钟缩短为30分钟，大大增加了作业难度。快，测量。先找一下这个拉幅的点。对。经过仔细检查，戴云华发现是因为固定输电线的吊弦出现了问题，长时间受力造成吊弦下坠，导高不平滑，以致产生了打火花现象。工地的戴云华，第一要求完成时间还有2多分。明白，第二要求完成时间还有两多分。我解行李的力量，7毫米。哇，就是两边。经测量，吊弦误差了7毫米，这也是造成燃湖的主要原因。按照规范，吊弦导高必须精确到2毫米以内，而戴云华的要求则是0误差，这让大家的神经绷到了极限。在高铁作业把我们以前的检修理念是完全改变了。以前我们的理念就是抢快，能保证通车，那我们就是说不管你怎么干都可以，但是在高铁上不一样，高铁上就说是你0.1毫米，你都不能有误差。松，把这颗松了。助理人戴云华，第一要求完成时间还有十分钟。戴云华明白，第二要求完成时间还有十分钟。2毫米误差，可以了，尽量给它调成0误差。不然的话你这个燃湖你消不了的嘛。2毫米吗？它已经在范围内了呀。在范围内也不行，给它调成0误差。快调。工人戴云华，第一要求完成时间还有3分钟，请抓紧作业。导高5538。即使时间再仓促，戴云华在完成作业任务之后依然规范操作，用测量仪测量了所有指标之后才通知恢复供电。为什么非要求是零呢？因为他现在这台分段已经带病运行了，过2天又燃湖了，我们是不是还要重复来再调一次呢？我们就是要做到精准精确，知不知道？太轴了。不过说实话跟着这样的师傅学习，我还是觉得受益匪浅。次日凌晨3:20，第一趟列车正点发出，没有人知道，正是有无数的戴云华们用自己的不眠之夜才保障了千里铁道线的安全。一点都不能松懈，一点都不能给自己打马虎。我要求我的徒弟也是这样的。作为一名接触网工，最重要的就是保证铁路供电安全。